第十题，袋中有三白球、四红球，即任取两球，则取出为同色球的几率为何？袋中共有七颗球，任取两球，取出为同色球，也就是这两球均为白球 ，C32， 或者均为红球 ，C42， 等于 C72， 7乘以6除以2阶 ，C32。等于 C31， 也就是 3。 C42， 4乘以3除以2阶，等于2跟6约分是 3， 3 7是 21， 3再加上2跟4约是 2， 2 3得6，等于21/9，用3约分等于7/3，因此本题的几率为7/3。